作为娱乐圈天花板的范冰冰，凭借着超高的颜值和话题度，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媒体和大众关注的焦点。近日，范冰冰现身北京机场，她戴贝雷帽，长发飘逸，气质温柔，穿亮闪大衣配水晶鞋，精致时髦。这个季节出街，基本上十个人中有七八个都在穿大衣。不得不说，霸占秋冬街头时尚感的单品中，大衣一定占有一席之地。成熟女性在选择大衣的时候，颜色不宜过于夸张，基础的灰色系是最好的选择。如果觉得纯色系单调的话，也可以尝试范冰冰这种格纹元素的大衣。简单的灰白色形成的格纹，在色彩上保持极简风的同时，又呈现出你想要的视觉丰富感。作为时尚女王的范冰冰，在出街穿搭的时候，虽然衣服穿的色彩很低调，但是其他的配饰和装备却显得十分高调。范冰冰头戴贝雷帽，长发飘逸，气质温柔，戴着墨镜很显气场，而黑色加珍珠镶边的口罩看起来也贵气十足。喜欢就订阅呗。